一脚多少钱？踢皮鸟，40。你们老大谁？你可以再多说。你们老大谁？这个变鸟是吧？踢这么一点点可以，要踢得多了，啊、踢得多了，就比如说就跟光头差不多了。你踢光头试试，你要有脚不踢光吗？全部都冲上踢光。那不踢。啊，你这个变鸟，你说踢这么一点点，是不是再高一点？哦，那天就刮下面一点点，我都10块钱。啊，对对，你今天你要踢吗？演不演？啊？演不演？演了。演。也就踢了。演10块钱。对，10块钱踢多少嘛？安静，现在我们要说话了啊！踢的在上面来了，光头他不行。就给一通电话，也还是不演。踢多少嘛？踢多了，你踢到耳朵这个地方，听不懂啊？这行，踢吧，踢吧，这个，啊。剃光头剃得太光了，太难看了。其他还可以。这个多少？啥？剃个头是吧？嗯，剃个头啊。嗯，剃个头才10块钱，不想剃，非要我剃，没办法，演戏嘛。嗯。大部分人都是不容易的。他父亲已经做小工了。对呀。你怎么认识你的？网上认识的，网上，嗯，是不是看了你的视频崇拜你来的？他来的那一天，我就跟王鹤去找房子，我就说了，有个女孩子要过来，你不是知道吗？我知道。结果那天我叫他去租房，他不租，嗯，他说住在这里，住到了天气热的时候他再走，那再走我就跟他说了，我的房子就是我自己住，嗯，他说没事，能没事吗？能没事吗？啊，他对那个女人啊太轻视了。首先你要搞清楚他两个什么目的。对呀、啊，你也不知道。不算我女朋友，不是你女朋友。他也不承认我是他的朋友，他也不是我女朋友。你都是轻浮的，你首先不应该跟他住在一起，是吧？做了解了之后，对不对？我那衣服怎么不见了？我放那边。你的衣服不就借你一点的？哎呀，等一下说，我现在说。什么衣服是白？什么？我装在袋子里面。是不是穿帮了？人家把你的镜头，把你的衣服。在这边。再找找。这是恶意报复，马上给我承认啊！可能有。我可以既往不咎，要是承认，我现在马上叫派出所领导过来。这谁给你放的？我现在马上给他打电话，让他过来。啊。这就是证据，上面指纹，不要赖啊！进去了，我告诉你，坐半个月牢是最少的啊！给我承认出来。就这样，小聪明还给我来，认真了。我给三院打个电话把他接走吧，要不然扰了。扰乱社会治安。你们知道他是发生什么事吗？他就是一开始他的衣服找不到了，他说谁故意把他的衣服藏起来了？这不是无聊吗？这是，哎，他不是谁会故意拿他的？就他那么无聊的人，你知道吗？他走到谁跟前，谁都躲得远远的躲着他，要不然烦死你他那一天。他不在这儿吧？在这儿我就坏了。他戏神，他神经病是确实有啊，不是说的，的，就是嘛，啊。拍戏以前钱少，你就上班不就完了嘛，对不对？上班比拍戏也强的，挣钱多点，对不对？他怎么会神经错乱呢？感觉呢？挺好的，还行吧。嗯，焕然一新。嗯，今天第一次拍片儿，给你那个照片拍下来有几年？要都是挺新鲜的，剪什么都觉得挺新鲜的，慢慢适应吧。
辫子太重了，它掉啊。有台子的，有台子的，有镜头的，跟组，2500一个月，2500一个月，挺好的，管吃管住还行，对，挺幸运的。你来多少月了？我来几天了？几天？3-4天吧。赚不到钱呐，哥哥，在这边。没打算赚钱吗？没打算赚钱。吃什么？饿不死就行了。是吧？对。好吧，准备。开机。开机。3、2、1，开始。我知道今天你很丢面子。你看看那个他们市里的那些特别平常那么打什么、啊、今天一看我弄这个他们 都眼神不再理我的。又让我在镜头前赤裸裸的说自己跑去了。你的心理素质我7-8年都没跑过了。你的心理素质太差了。一个好演员又能上又能下，这得叫好演员。对吗？你的素质太差了。睡着了。拦车，好，拦车，同志们，我跟你说一说我的思路啊。想到这个地方有所发展，是不是？通过过来也知道群众演，通过群众演一步一步的。我们呢不是在一个山上嘛，山上的结果呢，我们就演史诗，演史诗在万人坑里面，坑挖得很深，结果很多虫子都爬到我们身上，结果就哇，反正就很脏。还有一次呢。蚊子咬你也不能，你也不能打，你也不能碰碰它，就看着眼睁睁看着蚊子吸我们的血，因为当时正在录嘛，你这一动就不成死尸了，成了活人了。对对对。后来呢，就有一次那个剧组吧，吃饭，我就没菜了，我就打点黄瓜，结果黄瓜呢就是
卖饭的人，黄瓜他就说了，他说这个黄瓜是不能给你们吃群众演员吃的，他是你不属于剧组的人。我说我出来这个剧组是几分钟，我都是剧组的人，为什么不能吃呢？所以我听到很恼火。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，就是我感觉到他们呢，就是连一个小小的卖饭盒的人都瞧不起群众演员。你像他刚才讲的吃黄瓜这个事情，可以说这是对别人对他尊严的一种冒犯。那么你有没有这种事情发生？我觉得我是中国最节省的人，横漂最节省的人。这是你印象最深的？那个我记得不实际。哎，不，我刚才啊，你说听到人家就说你一句话，你不真诚。我就说你看，比如说在十一年了，在横店十一年，不能长期在母亲身边尽孝，这是你的一种感受，但是不是你在拍戏在横店的一些遭遇。你说一下遭遇。我想想，你在横店你过的我生活的还可以，我感觉我感觉自己像住在猪窝里度假一样。还可以，可以什么？当了十一年群众演，当了跑了十一年的戏了，十一年了。这年我最高挣40,500。这是啊，你现在住的还是猪窝吗？我猪窝，我那是为了节省，我愿意这种生活方式。老焦啊，房子还没我们的房子好呢。你不要自称英雄了，他们不是说老焦有时候一个月才拍到一次戏，连房子都交不出。放屁！我一个月拍一次戏，我告诉你。他一个月只拍一场戏啊，放屁！一场800块钱。胡说八道！不是你要说别人的，我们已经采集的。非常的具体，非常的深刻，对我很有帮助。他们两个说的。他说的事情，就那个夏天拍冬天的戏，拍那个穿盔甲的戏，起了一身痱子，这个对我很有触动。我其实再苦我不在乎，我不往心里去，你知道吗？你是个连腿脖子。那你在乎的事情，你总是有在乎的事情。我在乎的就是要每天的要练习，把水平提高。把才能都提高，对不对？你自己也说了，你的如果剧本能够写到感人的话，人家可以白给你机器用，让你拍这个片子。那你感人的故事在哪儿呢？你不告诉我，我怎么能写出来？他最苦的就是说有苦难言，不敢说。现在 我没有苦，我告诉你，因为他现在生活还不如我们群众演员。我怎么不如你啊？因为这个事传出去很丢人。你胡扯八道！他连皮脖子，我觉得我其实不太苦。我不太苦，跑特约的。他一旦他名声传出去了，以后他。这个在这个影视圈上没法混了，这无所谓，这无所谓。很丢人啊，知道吗？我现在告诉他，他一个月最有的跑三场戏，拍三场戏，一场戏1300。我最感人的故事是这样，每天我对这个影视非常执着，好不好？我跟你讲，我非常执着。我倒这算不上感人，我倒觉得这个剧本里就有你这么一个人物，这个人物就是那种打下牙来肚里的咽的那种。哎，我吃多少苦，我在房间里面吃咸菜泡稀饭，我到外面，哎，刚吃完烤鸭。啊，对对对对，就是这种人，就是这种。我不是这样的人，你弄错了，你把我又弄错了，不爱面子，不是这样，其实我是都不爱面子，我礼表如一，实事求是，我稍微爱一点，我也承认稍微一点，但是基本上我是礼表如一的，但是我这种精神，你把我写进去，我特别。我敢这样说，横店没有超过我有这种精神。真虚伪啊！我没见过一个虚伪的人啊，太虚伪了，没法给你说了。你这个情绪我知道，你不是冲我一个特别来发泄，我不是说你，他是冲所有特别来发泄他的。这个太虚伪了，没见过你这么虚伪的人，天下你是最虚伪的一个人。你是对所有的特别发泄你这种情绪，我理解，但是我从来没有说。你理解啥理解？十一年了，你又没有出现过一次碰壁的事吗？水没水的，是空的。啊，录像了。啊，一块钱就是3块钱进的，这里还有呢。还有肉粽的那些东西，我就是你看那一块钱。我们到前面买。你前面吧。太少了。我们都穷死了，我们两个人卖东西了。去哪里玩了？鸡蛋有没有？卖！哎呀，你穷的，他穷的叮当响，还给我鸡蛋吃。哎，是吗？八毛，5块。哎，
哎呀，我说你啊，怎么买这么多东西呢？就买3块嘛。哎呀，我说不要一钱，这没有，走吧走吧，9块。为什么买彩票啊？不买的话，那个，哎呀，不买的话，那个，不是没意思的。中奖了？不会吧？哎，我都中奖了，领奖到杭州去领奖了，你替我高兴吗？我去，你信吗，王浩？他中奖了，我疯了，我疯了！好，今天老焦，你上午到跑到我这里来，你说的这番话，对我来说，我就是相当你就是一个神经病，已经彻头彻尾的神经病了。我神经到哪了？我神经？为什么？因为你说你可以票房卖3000万啊，你到哪里去放？我走院线，150万人看，你觉得有没有可能？你150万你都找不到，我现在在你看横店，你去卖票，20块钱一张票，你去卖。一如果是卖到150个人，你不是去拉人的拉人头的话，我付钱。我要宣传的。你在这里说，我还要在网上宣传。我告诉你，你在你就在白日做梦脚。我白日说，现在天还没黑呢。但是我要坐着。啊，帮我开一下门。我一定要坐着，你放心吧。哎呀，影帝来了。既然到了我家里，我今天就总结一下啊。好的。曾静呢，他是。那死猪不怕水烫，对吧？这什么话？这什么话？反正我就是自己也是在这里做群众，做了这么多年了。就这样子，就甘草，我就要当影帝。你呢是没什么大毛病，他是有一点，他呢就更厉害了。真的，老子已经醉了，醉了的感觉。醉的啊，不清醒了。想成名发疯了。我跟王鹤做的片子，我们只是说在网络上播放。但是呢，我们没想到我们要赚多少钱，我们也没钱赚。要吹你吹一点点可以，你别吹那么厉害啊！你吹得越厉害，是吧？人家越觉得你这个人不正常。人家漂了10多年，11年可耐费，思想肯定有病。胡说八道！我告诉你们，我要干，不管你们说什么，我要不管这3000万票房实不实现，但是我会一步一步的去干，而且怎么干？你要教他。要干，你要跟今天和我一样。但是老焦，你就是干，就是拍成这个片子，你也不可能赚那个3000万。怎么不可能呢？从光横店院一个院线，我都有信心，那个收入300到500万。有梦想也可以慢慢来，千万不要弄脑子弄坏了，对吧？说实在的，包括我自己也有点疯。因为一般的人啊，像我们这么大年纪，应该在家里啊，孝敬父母，弄自己的孩子带好。这是才是正规人的生活啊！对，但是我们这些人，其实我们都是疯子，都是疯子，我们追求一点，追求自己的梦想。这是全国人民公认的。但是疯要看疯到什么程度吧。我们老焦已经疯到顶了，疯到顶，就像辣椒一样，说黄了还已经烂了，这种感觉呢，已经无药可救的东西。关键咱思维不一样，知道吧？看一下你那个喜剧之王行吗？可以啊。其实我是一个演员，其实我是一个演员，其实我是一个演员。你们想吃饭吧？啊，和他一起吃吧。吃你是一餐食，比一片地。
又会成为一个很出色的司法老大的。多谢。喂，你怎么都没有？什么都看不到。也不是了，天亮之后就很漂亮。都别忘了啊！太脏了，太脏了。冬天没事的，打仗嘛，肯定就是脏的。那走吧。在深圳呢，我确实比较少说话，也比较不爱说话。每次公司开会的时候呢，我基本上都不怎么说话。我现在登上最大的舞台，无所谓，照样高歌。这也和我一模一样。我在家的时候，我不要说是跟别人说话了。我看到小姑娘一眼，我看到小姑娘一眼，我都不会脸红。现在练的什么都不怕了。还在拍夜戏呢，拍戏，人家有炸点。好吧。好，那你自己煮点东西吃了，你吃了没有？好的好的，我收工了，我会回去。因为拍片他有程序，因为主角他是要花很多钱请的主角嘛，所以他要先拍主角，拍了才拍我们。刚刚那个电话是谁给你打的？他那是我表妹。他是半夜三更的给你打电话干嘛？哎呀，他问我啥时候收工。他老是催我什么时候收工，我拍完了自然就会收工，他老催我，烦死了。反正我看见你在这生活是不错的。老焦，你觉得在家乡好还是在横店好啊？家里你干啥呢？上班。其实工厂也挺累的，对不对？这自由啊，这多自由啊，对不对？对我来说，一个月干不了多少天，其他时间都像度假一样。他这点和我也就差不多，我在家收入也没有在这收入高嘛。自从到横店了之后呢，一能演戏，乞丐，是吧？什么特务、土匪戏，我演了好多了，把我演得很开朗，很快乐。等等，我来横店我不亏。Thank you.
么被辞退了呢？对呀、啊，他妈的，我拍第一场戏，我靠他妈的，我连着演了三个角色，演了个人贩子，然后演了一个什么那个，幕僚，然后又演了一个兵。你在这个电视剧里面演的人物太多了，知道吧？观众一看这个人物是你，那个人物是你，所以说观众一看就很假，知道吧？所以说他让我演了几个人物以后，演了十天，把我光头也剃了，我靠，然后就把我干掉了。我看了一下这个合同，知道吧？全部都是写的对他们剧组有利的东西，很少写的对我们有利的，全部写的对剧组有利的。但是我今天去查了一下劳动法，劳动法规定了霸王合同是没有用的，知道吗？所以说我在那个宾馆里面住着不走，他赶我走不走，最后他实在是没办法，他就让我去在管理现场，当一个现场制，就是找一个现场执行导演带着我干。你他妈不狠不硬不行，人家都欺负你，说这话。没有了，不是这个也算不出来。慢点，大哥，我慢点。全场卖两块，全场卖两块。可以哈。把这把东西到屋里瞧一瞧，到屋里看一看。本店所有商品全场卖两块，都卖两块，交啥都两块，买啥都两块。交啥拿啥，买了个本子。我这个怎么弄？画的漂亮，你自己故意撕掉的？不是故意，真的不是故意。我哪有什么是这个把这个故意撕掉？我这不要命了，故意撕的。你是不是老陈撕掉？你把你捡回来了？不是，哎呀，不是真的。那都没全呀。没全，我感觉被他粉撕的粉碎。啊，撕的粉碎。谁给你撕的？他表妹。撕脚的作废。这我知道撕脚作废，但是他这个人怎么太？老粗一样，那个没文化的感觉。哎，现在是真是穷了，本来就够穷的了，你看弄到我的四分五裂。所以啊，那个王鹤以后注意，你嘞不能算乱找，知道吗？啊。最苦的就是春节期间，然后那段时间来了之后一直买戏，天天在家待着，然后最后有段时间还是那个房租都交不起了，最后是我父母给我打的钱。哎，在我现在脑子也有点那种徘徊，也就是现在我也拿不定主意，就是很想一直坚持到底，但是又看着别人坚持那么长时间，你比我强的人也很多，他们还是这样，还是跑这个的，又没什么变化。我呢，今年20岁，我限制到就是25岁之前吧。之后你就是说在这个地方失败了之后到哪去？回老家吧。那你那青春年华就浪费了5年，你感觉值得吗？我感觉值得。你有当过我这兄弟吗？你看人家拍戏也挺辛苦的。刘子怎么会选择你？我听到他说。